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古砚今徽》系列，我是主持人王玲玲。上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端砚，在历史上最早与端砚齐名并称的是产自今天河北省易水河畔的易水砚，自古就有南端北易之称。关于易水，我们很早就从荆轲的诗句当中有所耳闻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荆轲将要去刺杀秦王，在易水作别时所发出的感叹。千百年来，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在很多人看来，易水承载着荆轲式的英雄气概，但人们却忽视了易水的另外一面，也就是它的文人气息，因为这里曾经孕育了我国最早的石质砚台——易水砚。易水砚，古称易砚，它的史料产自于今河北省的易水河畔，这里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古代的采石老坑。老坑坑道无论宽高都不足1米，坑道内阴暗潮湿，在昏暗的坑道内，只能通过微弱的烛光来寻找可用作砚石的石藏。由于易水砚的石料十分稀少，古人在开采的时候一律禁止爆破，只采用人工开采。他们一般先造竖井，然后进入洞内横向开采，因而古代开采砚石有一石洞采凿寻，石匠累伤古今，渣子斗石斗米，经斗均石千金的民谣。易水砚的砚石分为玉带石和紫翠石两种。玉带石的石质像玉一般细腻温润，它的颜色比较丰富，上面往往分布着不同颜色的不规则斑纹。制砚师利用这些斑纹，设计出各种富有表现力的图案。紫翠石，顾名思义，它的颜色以紫色或者紫灰色为主。紫翠石上往往分布着白色、黄色等颜色的斑点，这些斑点被称作石眼，它是衡量一块砚石好坏的标准之一。这些石眼如同野兽的眼睛一般，熠熠生辉。2006年，南水北调易县段工程的进行当中，从古墓中出土了一组东汉时期的石板。这些石板被专家认定为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石砚，这表明易水砚至少已经有1900多年的历史，堪称是石砚的鼻祖。古墓中出土的石板属于长方形平板砚，砚身上呈圆形并往下凹的地方是砚池，专门是用于磨墨的。砚池周边还留有粉状的墨迹。它的出土不仅为易水砚悠久的历史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也为采石老坑的进一步发掘指明了方向。最初，益州的工匠发现，在易水河畔有一种石材，石质坚实、润滑、细腻，用这种石材制成的砚台，发墨快，研出的墨汁细滑，书写流畅，字迹颜色经久不变。于是，易水砚就渐渐成为文人墨客喜爱之物。我国出产的砚石共有200余种，其中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甘肃陶州的陶河砚，山西绛县的邓尼砚，成为中国4大名砚。而易水砚作为我国最早的石质砚台，它与南方同是石质砚台的端砚齐名，自古有南端北易之称。如今，易水砚的老坑已经禁止开采，开采砚石的场地选在了露天的山体，工人沿着山体往深处开采，这样大大减少了古人洞内采石的危险性。因为担心破坏砚石的天然形状，工人开采的时候都使用体积较小的开采工具，一点一点地敲凿石头。这些天然形成的石眼可以为雕砚师带来很大的创作空间，所以工人在开采的时候就要十分小心，不能将它破坏。开采好的石头需要采用人工搬运的方法运到车上。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其中墨与砚的关系尤为密切。自砚台诞生的那一天起，墨就一直陪伴着它。 根据墨史的记载，唐代的墨官祖闵就是易县人，他独创了松烟墨，通过燃烧松树而获得松烟粉末，再把烟灰刮下来放到容器当中，添入丁香、麝香和鹿角胶进行搅拌，就可以得到墨。这种制墨的方法被后来历朝历代的制墨匠们沿用。随着科技的发展，制墨产业逐渐走向了机械化。 但是制作砚台却依然要靠手工来完成。雕砚师在挑选砚石的时候，就已经对砚石有了初步的设计。他们往往根据砚石的大小和天然的纹理进行加工，定好砚台的雏形。易水砚的雕刻刀法常常灵活运用，根据砚的题材、砚的外形而定。刚劲豪放的砚雕。 多采用深刀雕刻，适当穿插浅雕和细雕，可以使视觉产生对比；而精致古朴、细腻含蓄的砚雕，多使用浅雕和线刻，期间穿插深雕、镂雕等其他刀法，力求达到殷实雕刻的宗旨。大自然的造化，加上历代制砚艺人的精雕细琢，成就了易水砚的辉煌。 今天的易水砚以其独特的外观，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而在使用方面，易水砚深受书画爱好者的推崇。唐代诗人李白当年途经易县的黄龙岗，得到一方砚台后欣喜不已，留下了“一方在手赚乾坤，清风子豪9000尊，醉卧黄龙不知返，举杯当谢易水人”的美丽诗篇。 千百年来，易水砚总是在艺术上不断的发展和创新。宋代的包公砚、元代的墨童砚、明代的双池砚以及清代的山龟砚等等，这些巧夺天工的古砚，正是制作易水砚的工匠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留下的雕刻艺术的印记。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古砚今辉”系列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它是我国历史名砚之一，它因天然色彩丰富。 石质坚而细腻，扣之有声等特点，为文人墨客所赏识。然而，宋朝之后却因战乱几经失传。今天，在民间艺人的手中，它又重新焕发光彩。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古砚今辉”系列，紫金砚。